疑似美国未来六代机模型曝光，近期到位置狠毒特土。原标题：六代机长这个样。在美国军火巨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最新发布的宣传视频中，出现了多款新型战机，而其中一款疑似为美国六代机项目竞标机型的隐形战斗机尤其引人关注。这段视频虽然只有短短的15秒，却信息量极大，用 CG 动画的方式展示了多款造型科幻的新型战机。战区报道称，在宣传片中，一名女性工作人员打开了电梯门，随后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神秘的机库，里面停放着诺格公司研制的飞机，从现有机型到未来型号，其中包括 2Q-4 全球鹰无人机、1-2 鹰眼预警机、Model 401战神阿瑞斯之子验证机、B-2 隐形轰炸机、X-47 无人机。远处的角落里还有一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远处的天空中还疑似飞过一架 B-21 轰炸机。不过报道尤其关注的是离镜头最近的一架隐形战机。报道推测，这看起来像是美国的六代机计划下一代空中优势项目的产物。虽然画面中只能看到该机的一侧，但可以推断另一侧也有相对称的进气道，应该是采用了双发动机设计。报道还称，这款隐形战机看起来也有点像 Model 401战神阿瑞斯之子验证机，但目前 Model 401验证机的公开信息也极为有限，只知道它也是采用了机背进气的方式。在诺格公司为美国空军 MQ Next无人机提供的未来规划设计图中，用于取代 MQ-9 无人机的飞行器也与 X-47B 无人机相似。